听众们，你们肯定特别好奇啊，阿峰一般在放假的时候都干嘛？在那边呢吗 ？SV 哥熟悉吗？你看后面那展厅里停着吗 ？STO， 两门的卫士啊，还有小 mini， 这边 GT3， 这个就是玩车男孩子必须得来的地儿。我自己这台 G2RS 呢，为了比赛正在做一些深度的升级啊，马上就要到运动杯了啊，碳陶刹车盘给摘了，我换的钢盘，这是纯是为了赛道使的。然后 Cup 2R 的轮胎也是新买的。真的，我感觉我活过来了。你看那边那 RS 六，鱼钩盘漂亮不漂亮？真的，那边还有，那边还有。你看这老板的车，迈巴赫，我操，这正经八百大刘耳，真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就这车啊，往这一放它不开，这不就是一艺术品吗 ？GT 四 RS 2300万买一718，就全是喜欢车的。不是哥们儿，这车放这儿有点意思啊。这是魏牌的高山吧，长城汽车。这怎么来的？这是。这一客户今天空来提车一的，你知道这车还没上市呢吗？啊，这我真是第一次见到。那么多就是同级别 MPV 吧，哥，这个内饰真得看一眼。啊，我能坐一下吗？可以。啊，兄弟，这现在这 MPV 真是内卷太严重了，感觉所有人都在造 MPV。这是座椅通风，这是座椅按摩，这是座椅加热。我的妈呀，它这是一个23共轨的这么一布局啊，随便调整那个座椅的姿态。你知道这座椅叫什么吗？这叫零重力座椅。这车是不是要提了？你是不是也有鼓啊？哎，桌板、天窗，这现在真太卷了。电动门，完了真皮座椅，这是什么呀？冰箱。它这是这样开启，所以它是够长的啊，这特人性。你看，看，看，这是自然风，看了吗？这是制冷，这是制热，50度。你看，这是制冷，13度啊，兄弟，它现在这做工真的还可以了啊。我看一眼前排啊，哥们儿，我给你讲讲车，我这有点职业病。MPV 最重要是什么？私密性隔音。看这玻璃，来看这个啊，刚才后面那冰箱，这是12.5升的一冰箱。之后啊，我刚才进来，我看见哈曼卡顿的音响了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标配啊，带着那发光条呢，16个扬声器，这应该是。我操，大哥，你这天天有休息时间？我没休息时间，我就喜欢车，完我就研究车，完我就爱拍车，你知道吗？到这儿都不闲。兄弟，这确实还行，真的。你看它这前脸，就现在不都流行大镀铬脸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做一台 MPV 这些配置，我不夸谁也不去贬谁啊，但我跟你说，真正做起来你才知道这东西是不是好东西。有道理。得嘞，兄弟。那到时候那大哥弄完膜，你跟我说一声，我说感受两天。绝对的，这大哥是你粉丝，啊、真的假的？必须的。行，那明儿那车弄完了，你也跟我说一声呗。啊，我走了，今儿一天就结束了。没事看看车，溜溜车，给大家聊聊车，不就是生活吗？对吗？哥们儿，这车上市了以后啊，也给我弄一台吧，我也想改一改。行的，放心。走了，行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走了，拜拜。